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哪位大爷来上一盘？老王上，来来过来，哎，还是我来吧，他们都不是你对手，来我来。哎，走。老王确实不行。来上相，非相需要。来进左。哎，我如果不行了怎么办？行了，那这样亲一下呗。哎，好嘞，上吧。这酒嘛，很牛逼的。来，继续上吧。嗯，进逼。是。上马来了。飞象。飞象，上马。上马了。来，我也在上马。上飞马。上士出去。就要出去闹啊、哦！好气、啊。来。单子跑。吃。来吃你。出去。吃炮，上马。吃炮着呢。着上马。哎，平炮，分个边锋，打他兵，啥用都没有。上马不是带子炮呢？来，进左。我靠，送给我打，他在上马，吃了。哎，我先出去。哎，这打也不行，我靠。我看你们来进去。你刚才把这几个人做的多好吗？出去吃炮，那带子炮也吃啥呢？你吃的啥就是？那个给我吃上上。你看这样你都不认呢。嗯。进兵。进兵干啥去了？啥去了？直接跑。平炮。你给我打马了。马倒还不害怕，我马有更怕啥呢？我来，我先拴住他。哎，让人吃炮咋办呢？来，他吃炮，我吃马，不让我吃啊！来，顶住你。嗯哼。来，进炮。哎呦我靠！干啥去了？打麻将呢？那马里哥呢？哎，打小，打小你这不打掉了吗？哦。哎呀，我高高高，我回来。靠不住都，那打也靠不住，靠了踢左啊！来，踩的，人家都跑了，你看，直接上赢了。来，我再上马，再踩他，连换马，你看人家。来，退马。踩车呢？踩车呢？踩车呢？踩我车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气掉。哎，这车咋能气呢？我靠！哎，踩掉他这也好了呢。来，退炮。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哎，跟你对车我。对车，对不对？将军，对不对？你就闪开，回去对，回去对。对，打死呢！我靠，他敢打？是不敢打。来，进炮。进炮干啥吃？干嘛呀？我啥也没吃啊。打我兵？打兵没吃、啊。打兵打马呀？看住！不让人家出那个局呢！我这是。来，你看。出局有啥用啊？来，我再跟他换。这。踩你炮，换不换？老李都说对。是。对。来。啊，我吃了这。来，我吃你兵。就吃个兵。打这个呢？上马，我中兵了。上马。哎，进兵。不给啊、哦！来，那我上马。你看看，还照。哎，上士中兵没了。对，中兵没有提。哎呀，哎呀，我靠！中兵丢了，这只能上士。上士。中兵没。哎，那个工伤的还是让那个拿走了。哎呀。那挂个呢？我跟你说，我靠，继续对决。人家挂个呢，来。啥相？啥不灵？吃马可以啊？干嘛来了？干嘛来了？吃马，吃马，吃马可以啊？吃马，来吃马。哎呀，没吃啊！啊，鸡哦。你看上马，我就啊，我发现将军，这不吃了吗？这啥意思啊？吃了让吃哪？这将军呢？哎，等，哎呦我靠，我炮打完他不是亏了吗？他哎，对，那这啥打将都打不了，怎么办？打将有啥用？我上。哎呦，这个肉的，真牛逼这个肉的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啊！能干啥？这回人家真打将咋办？这回打将你咋办？这回人家真的就打个一仗嘛，那是肯定性的嘛。真牛逼这个肉，那就破一将怎么办？来，将军。来，我们去。哎呦我。你飞那个不行吧？你我上帅不行吗？这一将咋走？我电炮。电炮。对。人家男子炮。是我炮，来退。退哪去了？将军。我靠，这还能降？扣你一脚，这吐掉了。我局有根，局有根，那不是不是要吃象呢？吃，你看，吃象。完了，交交去吧。我上来，我交交去吧，哎，大爷，走，还不交？交，人家再退一步，人家来，大爷，来，我还能电炮。对，退局一脚怎么办？绝杀无解，打掉。